所以它是预告片，所以连法国、俄国这种都没办法处理，所以能处理也不一样。法国是在核能发电里面技术算是最高的，法国跟美国，因为法国他们75%的电力都是以核电。那法国的问题都慢慢才出来，因为法国核电厂没有出过大事，没有爆炸，但是法国的问题都出在它的核电维修员工人，所以它很多工人都癌症。因为法国的核电厂这么多，所以就得干嘛东西做核电工人，但是做不久，很多人早就死掉了。但是我们台湾这边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他们核电有很多工作机会，一点东西维修而已啦，维修核电厂。好，刚刚那个相似过了，现在会试。大家可以考感觉哦，你不能辅导哈，很大我的同意。我告诉台北到这边有250吗？台北的核电厂，跟嘉义电刚算，你们知道吗？台北核电厂到这边大概几公里？不知道。有没有到？差不多快到嘉义。快到了，还没到。1000啊？没有了，250。嘉义是被那个核三厂涵盖。核三厂，所以都逃不了，加一个爆炸了，怎么逃都逃不了。有啊，你很爆哦，等于你不是傻爆哦。很爆哦。所以你家距核电厂多远？我感觉，两个都无感觉，反正无出感觉。但是你的水库，你不管都没关系，但是你的水库若是伫个距离里面250公里以内的话，核电厂出事，你的水绝对就出问题了。绝对是问题，你连活连水啊！那核电厂，它这是花莲的一个民宿，它的民宿在那个长滨的海边，看海很漂亮。对。啊，这个位置哈，刚好离核三跟核一、核二都250以外。那它这个圈圈的几公里也差不多半径30公里左右，30公里，所以都丢。核市场大概台北的盆地的一半，30公里哦。那核一核二都丢，所以你核一核二哪出代志哦？台北500万要输账，那500万人走不落，走不落。那核市场。好一点，一半而已，但是那是30公里安全牌，但是40-50还是不行，那是应用。啊，那个虚线那种地断层，所以断层都经过那核电厂附近，直接250的，所以北部刚好到嘉义边边了，北部电厂，啊南部的电厂涵盖嘉义，好嘞，直接上大，这是250公里，这样。所以两个出一个代志，当然劈一半。其实也不用啊，不用一半哦，出一颗就全部了。对啊。全部了。对啊，都包围掉害。太矛盾啦。对啊。所以啊，核电厂近啊，四川300里，气功微寸啊。啊，你混一气起来，寒冰起来咯，核电厂出代志就对啊，走无咯。啊，伊国际的规定讲，核电厂哦。8kg 来对联合钻石，它炸个青菜，我今下查出来，一厂的三角断层7kg，核二厂5kg，核三厂1.5kg，那核四厂啊5公里内有6条，那、啊、海域里面呢、啊、有70几座海底火山，啊够挖的。咱台湾的就是一般数五年的核烤火大海啸，有7000万起。变哪成地震引起来海啸，一般1967年金山外海地震，那个它的外海地震就是三角断层，可能是三角断层的地震，大海啸，所以起码金山移山倒海，史书上有一下，那个好像是光绪的时候那个台湾的府治来台湾献祭，好。
电视，现在黄电电视，全球几个国家的电厂？我知道。31个，31个国家，给台湾31个。台湾龟野核电厂挤进全球最危险地质活动区名单。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、核四有几个挤进去？3个都进去。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、核四。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、核四几个？总共几个？你两个啊？两个吗？哎，还有其他答案？四个。全部哎。好，四个答案是四个。最后你，这是主妇联盟的，需不需要？好，主妇联盟，好，好，好，教授，好，教授，好，好，我没有看到，面啊，面，四个，全球算34个，34个那个核电厂挤进去，台湾4个都有，然后这6个国家曾经发生705起以上严重事故，所以咱知影美国三里岛，俄国的那个。那个车诺比，日本福布西马，你讲到三个哦，英国、加拿大、巴西，也拢有出问题，只是太久，啊无出加工有死遐侪人，但是它还是严重影响厂区附近，没有那么注意。英国是比较早，1950年代，核电好像1956年开始用，过又没2-3年，英国核电厂就出事了。所以他们明年如果申请装填燃料获准，核试就可以正式测试、启动测试。其中测试的是燃料蒸馏的是不给了，因为它是启动那个反应作用。所以那个高成教授说，万一如果失败、核试失败的话，大家就地解散，天难解了。全球31个国家核电厂。主要工业国家里面，8大工业国家，这只有意大利没有核电厂。意大利惊掉，他本来一个核电厂在盖，就决定不盖了。其他7个都有。那他们是用什么发电？他可能用其他的啊，电热啊、火力或者是天然气。对啊，那些帅啊。像纽西兰、澳洲也没有核电厂啊。对啊，这没有啊。像爱尔兰、葡萄牙、希腊都没有啊。比较一些比较中型的国家都没有、啊，只有那些想发展核武的国家，因为。有核电厂的国家，大部分都是想发展核武的国家，或者是那种强权国家，想用核武核主，日本、德国，因为核电厂可以让你维持有那个会那个反应技术，你如果说没有的话，你就没有那个设备可以做可以弄。以国家机率来讲，刚刚说6个，31个国家有6个出事，这几率够高吧？10%。如果以反应炉的机率来算，商业运转有433个。有7个出事，433/7，一般就机遇软管，很高哎，比热透还高哎。我们热透一大人去签，认为这个机率1400万/1都会中了，何况是433/7，对吧？那刚刚那个34个，这个是《华尔街日报》跟他们那个世界和平协会他们合作的调查，所以他这是东亚奇迹啦。只有日本跟台湾有条件创造东亚奇迹，因为地震大国。Nature 那个 Nature 在说这些核电厂令人恐怖，因为这3个它刚好都很接近首都。巴基斯坦好像不是吧？不过那个是大城市，是不是首都我忘了？只有台湾核电厂最靠近首都，我记得那是台湾。我在想详细耶，有 Kitty 在旁边。2个。2场，蒋经国那个核电厂安全，也他也被骗了。那废除核电他没看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供电系统来变哦，核电只有占16.7%而已。他那的备用容量哦很高啊，核四到8%左右，如果发电。但是如果是这个是发电的哦，因为那里政府很糟糕，台电很那个，他为了提高核能哦，他都故意啊，常常在用不满电的时候啊，但是让全核能全力发电，核能跟火力是积载用电的东西，他就让它全部发电，那其他啊就把它
量比较矮的，比如说燃气，然后其他的水力的太阳能一点点，它电在那边，那这样会提高他们的成本，因为你固定资产不用，会提高成本。但是那里全核能全力发电，降低核能的成本，所以它算出来的核能成本就比较低。它把那个用这种方式移转那个成本。但是如果说你全部都不发电来讲，以总供应容量的话，核电只占12%左右而已。台湾总发电容量，它只算12%，比例不高。法国75%，美国也是17-18%，瑞士40%，比例是55%。瑞士占40%的核电，他都说他过十几年他要废掉核电了。比利时占55%，比利时都说他2025年还2035年他核电全部停掉。占55%的人都有资格这样讲，我们17%而已，怎么不可以废掉核电？所以你看我们的备用容量24.3，尖峰时段，全这个都领先世界了。美国排第二才20.9，英国15%，日本7-9%。韩国7.2%，德国5%而已。你看德国5%而已，他都敢停掉8座核电厂。那我们冬天移风时段呢，接近50%，40几%的那个备用容量。对，咱去的电厂去100间，结果啊，到冬天的时候，只50几间在用尔，其他49间关吧。啊，普通时在夏天的时候，24间会出一空的。所以咱去遐的核电，这盖核市场要干嘛？空。所以6座机场停机，马上我们备用容量还有11%。还比日本、韩国、德国还高。那再看我们的产业结构，用电都用到哪里去？用电都是用在那个工业部门50%，但是它的 GDP 贡献只有30%。那如果说电子、石化、钢铁啦，加开洋雕哎，耗高耗能的，占了40%的用电量，40%，经济贡献度只有21%而已，用40%的电贡献21%。开始计算好了，看你怎么等。所以这种耗能产业不划算。像石化，用电10点多，它 GDP 贡献是1.5。这个资料不是我们算，这个是能源局的资料。我本身以前看到这个数字时，以为弄错了，然后就搞错了，没有，它都是能源局抓下来的资料。能源局是政府单位，不可能弄错。钢铁用电6.6，它的 GDP 贡献率1.6而已。能源。就是那个化学纤维，它的上游是石化，2.7%的电力只占0.6%的 GDP， 电子业15%用电 GDP 17%，它比较高一点，但是电子业高了。你看住宅部门才用17%，可是省电找老百姓没有用，找公民没有用，只有占17点多而已，效果不大。像那个什么脱西装啊，不要开冷气啊，那都打屁啊，多好。服务部门只有占18点多而已，服务部门服务业。服务业的 GDP 产值贡献高于50%，那发展服务业比较划算，观光、玩文化、其他的医疗那些比较划算。你看这个，那在我们看的工业用电其实都在补贴，我们你看这前面几年每年补贴都5-600亿，工业用电的价格都低于发电成本，所以台电的料料理家，你看。过去5年，工业用电获得2600亿的补贴，一年5200亿，纳税人补贴。那现在还要涨民生用电的电价。我们看第三个，合理到永远。等一下，先来简讯联署一下。各位有手机可以帮忙，那个不会有记录的，就是说我们来手机简讯传过去说，我反了，然后打这三个字就好了。然后如果同意的话，就说啊。4098757430，他抓你就打反了2个字就好了，可不可以支持一下？有没有人认为说我讲的对的话，帮忙一下？因为如果说现在不做的话，试试看好不好？请大家踊跃支持一下。如果你认为反核是对的，你就帮我播；如果你认为反核是错的，你不播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对啊，简讯的，对啊，少年有没有倒三缸？啊，播一下。对，因为他这个会记录累计人数，他是要动员到这个人数，到时候要去给经济部施压的。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网站，他有那个记录所有进来的人数，现在已经上万人了。对，他57430，他不会泄露你的个资啊，他是一个很 OK 的那个。那你就打反核，或者说我反核电。